上个赛季在来到了台湾之后，最大卖点就是他的一个庆祝手势，哦，还有他的灌篮，曾经在加药把篮筐给灌坏，又出现失误，达巴西要回过头，轻松的放进去，有点客气了，球发进来给到古毛，接球这是简伟儒的骑马射箭抛投没进，梅克过了半场。再分出来，阿巴西调整一下，这一次有了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，这个赛季阿巴西的第一颗外线。孟图教练应该可以考虑给古毛更多的上场时间，因为整个台钢他战力要变得更好，那么古毛就必须要成长更多。是，对，其实上个赛季台钢除了洋将上，当然哇哦，那布拉不就定格了。那现在54-51，阿巴西半场他是跟克里斯并列得分最高的，第二节他得了8分，那魏嘉豪今天上半场其实表现也不差，再回过来给到曾文迪往后一扔，阿巴西 catch and shoot 有喽，得分现在变成的是球队最高的，再分给到苏逸静，队友今天不断的创造机会给苏逸静，有点客气了，这个球再回给到胡凯翔，出手没进，飞克给到阿巴西，这个位置刚才尝试过，这一次马上修正。暂停回来，特工的球权。哦呦呦，打滑，古毛连滑两跤。夏轩的出手，自投自抢，再给阿巴西。金恩上来，阿巴西在空中扭腰之后把球放进。哦，他真的像黑豹一样啊！阿巴西重新回来，又失误了猎鹰。3-2的快攻，贝克再给到阿巴西，篮底下轻松反勾2分，